们今天在宾馆没有出去，然后自己做点饭吃，又适合又便宜。我买了一个自热的那个冒菜，然后这个电饭锅是可以车载用，也可以在家用。我们这是第一次使用，买来一直在后边搁着。下锅，直接就这个，放一下就行。这就开始了。30分钟。30分钟。这行。正常咱们家煮饭多长时间呢？20分钟。哦，那还行。在楼下超市买了两种这个四川冒菜。看里面什么样啊？嗯，嘿，哇，不错耶，还挺香的。熟了，它这个本来就熟的，本来有粉，这个粉有点像，口水都流出来了。哇，这个是我最爱的川沫，好吃哎。把剩的饭给海哥吃一点，看他拿的棒，多营养搭配，再给他来一点玉米饭。像不像红烧牛肉炒饭？孩子，吃饭了，快点吃。握个手吧。麻烦这，等会儿这个，那个。手好软呢，你手好软呢。嗯，你看我，儿子，看我。哦，谢儿，哎，那你吃了吗？啊，再握一下。哦，行，那手，那个，啊，这个，啊，那个。行了，吃吧。